好了，今天五月四号呢是星际大战日，有超过一百位的影迷呢，今天呢都扮成星际大战的经典角色，一起来到士林欢庆活动，一起来看现场的情形。我今天站的是反叛军那一派，然后你看到很多黑色的人就是帝国军那一派，但是通常我是在帝国军那一派，所以我今天反叛了。对，然后白兵就是风暴兵必须跟着我，因为他们是我的兵。你要带领他们。对对对。那今天就是感受起来怎么样？还不错啊，我觉得天气也很不错，因为我是很凉啦，但是其他人可能比较辛苦的。好的，不少人是带着金色的饰品，穿着莉亚公主的奴隶装比基尼，一身打扮是相当吸睛。而且也有人为了这一年一度的活动，一年前就已经开始准备服装了。路过的民众也都来感受热闹的气氛。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形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